国道三号北上龙井路段在清晨发生了两部货车追撞死亡的意外，导致了一名27岁的驾驶头部受到了重创，伤重不治。而在台中也发生了死亡车祸，一名老先生骑单车的时候横越了3个车道被撞飞，当场丧命。另外在台中的潭子区，有骑士在回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路况，被直行机车撞飞，还好双方都没有生命危险。台中潭子复兴路段，穿黄衣的男骑士回转，被直行机车撞个正着，两台车倒地不起，还好双方只有皮肉伤。事故后，双方机车骑士均送医，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。同样都是车祸，不过发生在台中东区汉西街跟建成路的这位70岁老翁就没有这么幸运。他骑脚踏车一路切西瓜，横闯3个车道过路口，被开在最内侧的直行轿车当场撞飞，惨死轮下。另外，在国道三号北上台中龙井路段也发生一起死亡车祸，大货车车头凹陷变形，驾驶因为猛烈撞击，上半身冲出挡风玻璃，鲜血直流，受困在车内。消防队出动破坏器材抢救，不过27岁的驾驶因为头部重创，腹部大量出血，仍宣告不治。警方调查，当时有一部货车故障熄火，停在路边。这辆大货车从后追撞，导致货车擦撞另一辆连接车，而大货车驾驶冲撞护栏，不幸丧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